来，掌声有请我们的小蛙钟汉良。我去，这 Hello， 大家好。已经看过电影了，都觉得你的表演特别的好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大家，我有三个可以提问的机会，我们举手好不好？那个，你们都看过电影啊？那，不如我问你们问题好了。也好。还是你们觉得有什么感想？感想？喂。走远一点，喂。我们两个离远一点。我们离远一点。啊，是吗？是这样。是那样吧。是这样。不能离太近。听到吗？听到。那个，我刚刚说到哪？有感想。对，还是你们有那个观影之后的特别想说的话？对。有哎。还是我考你们好了。好。答对的话有。有精美奖品。有吗？没有。有精美奖品。可以有。来。好，考考大家有没有真的用心看哈。嗯。第一题。那个，我在影片里面有用一只脚去夹东西。那个是左脚还是右脚？这个举了很久的，就后面身穿衣服的那个，好像你刚有举手。哎，右脚，左脚，是的。你看，到底有没有？右脚，你看，一边左脚，一边右脚。好像只有我才知道，我想一想。右脚。好，应该是哦。他答对了。是的。得一分。好，第二题。有没有谁可以把那个罗素基整段故事背下来？不管用什么语言，好，你试试看。从前农场有一只罗素鸡，然后农夫每天喂它，他觉得农夫是好人。其实挺难的。然后用那个，后来农夫那个罗素鸡过来，不但没喂它，还把它杀了，因为那天是感恩节。还有一段什么经验告诉他什么。对，这样算不算有记得？算的，算的。好，两分。好，第三题，有没有很难啊？没有很难，我给你一条难一点的。那个警察不是把那个一个纸袋塞到我手里面吗？那纸袋里面有什么？这位男士，枪，没有，除了枪以外，什么？麦当劳，薯条，汉堡，是的，麦当劳嘛，挺厉害的，答对，谢谢。第三个，还有什么呀？大题最后一个，要继续吗？这样好了，有没有可以大家可以表演一段那个慢动作来看看？那随便，哎，别人举手，没人敢表演。那我再给别人比。我从那个厕所那个，对，滑出来以后用哪只手开枪？举手回答。绿色手机的朋友。左手。右手的筋断了。
答对了，他答对了。哎，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对，现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厉害，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票给准备出来啊，因为我们进行一个抽奖。等一下，听一下啊，会有两位特别幸运的我们的影迷朋友被我们的小蛙抽出来，然后得到的是我们一张价值800元的我们 UIME 国际影城的会员卡。好，来抽一下吧，来小蛙。来，谁想得呀？两个。可以啊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好，两个。好，第一张啊，第一张是 H 牌的11座，是你是吧？好，哎，快来前面 H 牌11座。第二张 E 牌13，是谁？13，哦，两个女生快来前面。好幸运，来来，我把位置让给你们两个。什么奖品是我们的，来，我们会后会送。哎，我不是有一个牌子吗？好，哎，还要再看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啊。对，没问题，我看一下你的票。没错没错，那这样子给你俩一点点小小的福利，一会儿你们这个800元的会员卡可以去我们那个工作人员那边去领啊。这边一个小福利，跟我们的小蛙一起合影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影城的工作人员，来，你们等一下，来来来。今天是我们最幸运的两个女生，竟然这么腼腆，来跟她一起吧。哎，不要动啊，大家不要动啊，大家不要动啊。好，我们要说什么？三人行，票房大卖。再来一次，电影《三人行》票房大卖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观众，大家稍等一下啊，接下来。